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要连吃两把鸡儿了。感谢塞文的办卡啊，谢谢塞文。有喇叭的可以帮忙喊个喇叭，正好。感谢啊，坦克与维护与保养的飞机儿。没啥感觉，这鸡儿吃的呀，这没啥竞争力呀，感觉他们，我就随便走一走就拿下了。真的没啥竞争力。谢谢精油开背的一个飞机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谢谢。不是让你发喇叭说蓝练汉没穿裤子，发抽奖现金红包啊，发什么蓝练汉没穿裤子干什么玩意儿？谢谢 DSG， 又是一把前二十。清一下背包，吃完鸡的我感觉这游戏吧，其实也是蛮简单的。给我个蛋，虽然我身处饿了么，但我相信饿了么的队友。饿了么现在13个蛋，我拽他一手。哎，这有金蛋，快金蛋拿走，快！我拿的小的，这可乐咋这么大呢？纳尼？看见没有？服务器开始跟我作对了，为啥呢？嗯，为啥呢？因为他预感到我这一把又要吃鸡了，服务器开始跟我作对了，看着没？你千万别让我进去啊！你千万别让我进去，你也别让我玩到决赛圈，要不然我跟你的小皇冠就是我的。谢谢打扰了 ，P 哥。谢谢魔教风吟。感谢薛定谔的猫，走！把我打飞，漂亮！二连跳，感谢梁皇争霸。这个应该不用前扑吧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已经过来了啊，已经是妥妥的过了。我们只需要跳一跳，然后一个跳扑。这个地方记住一个技巧，跳扑啊。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现在不到100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们找一找哪个笨逼，看看啊，就他了，我感觉就他了，真的就你了。耶，居然不笨。
感谢呼啪啦的66个慢卡，谢谢老板。还有两分钟开奖了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了，直播间1000块现金红包。玩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坏别人，你知道吧，你最后一秒咱再那啥，香蕉苹果咱先站着香蕉苹果的中间，好好拽住，看看啊，橘子苹果樱桃，橘子苹果樱桃西瓜，橘子苹果樱桃西瓜，好，橘子苹果樱桃西瓜，哎，现在这里，哎，樱桃西瓜香蕉苹果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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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樱桃西瓜，好，西瓜还有50秒开奖啊，你们这挤不进来了就是赶紧出去得了，啊，别挤我，谢谢用户840，还有50秒开奖啊，30秒了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了，可以最后来个试试偷一波塔，感谢杨洋，猴哥没卸我的办卡是吗，那你再送一个，这一边玩的一边卸，那不等着掉下去吗，别拽别拽别拽，好，哎，回来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别急别急啊，这别急这别急，好，哎，别着急，去中间吧，中间全是那啥的，全是空着的，好，来右边，差两个人，看看哪两个倒霉蛋，赶紧的掉下去，这先别去啊，下一地方再去，好，我感觉已经有人要掉下去了，我都吃完饭了，猴哥还没吃鸡，来人告诉他，吃没吃鸡，推兄弟们，推球，球跑得比我的快，顶，我翻了，顶，好，过来，俺们很快呀、啊，俺们迅速迅猛啊，赶紧下来压过去，漂亮，来两个球一块走，来，完了，杠上了，赶紧给红的推回去，赶紧给红的推回去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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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红的，红的赶紧推回去，好，别让他们动啊，好，推回去推回去推回去，好，黄的马上到了，赶紧把红的推回去，漂亮，
还有十四个人，我感觉我又要吃鸡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蓝电汉呐，两连击的神。登山了，登把山啊，登把山，登把山，俺们正好是中间，直接先走中间，然后再走左边。走，右边走也行，说实话，右边走也可以接受。别让球给打了！哎，走呗！哎，走呗！稍微着急了点，他下来的有点慢呢，我发现呢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呀，差一点点。他下来的咋这么慢呢？他跟这跟一开始不一样的。